你老妈说的是你眼睛从早上起床到现在都没有洗干净。但是呢，她打比方的时候已经开始吼了。我说你昨天脖子都搓出灰，眼屎没洗干净，修不修？其实说实在的，我从早上也看见了，你这眼屎是眼屎吧？嗯，我看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嗯，那还掉了一点。还掉了一点了，估计下午的时候还大。那你给我晕晕你了吧？咋了？我一点都不。你知道咋吗？我给他拿筷子，对吧？嗯。他本来就谢谢，我就说，他就是敷衍。谢谢。你觉不觉得咱家吃个饭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就要干好几架，你觉不觉不得烦？你俩这样，你俩你不要理他，他不要理你，好吧？任何人都不要理任何人。我的妈，你赶紧去吐去，快去！你管这小孩吃面条？我的妈呀，你又咽下去了？我受不了你了，我的个老天爷呀，你赶紧去那边吃，我不想跟你一桌吃了。我的个娘哎，我们家吃饭怎么是这个样子哟？这两个小孩真的是不能在一块儿，他一在一块儿就吵。你要不管他俩吧，他俩一天能干几十架。哎呦，你连评理你都跟不上，除非你就啥活不干，你就跟着他俩，然后跟着他俩屁股后面评理。那就没有谁的对错，同样教训。没有谁的对错，那世界上就不会和平了。为什么世界上还要有判法官呢？就是你让不让我吃饭，你让不让我吃饭？你要不让我吃饭吗？妈，我就现在我就不吃，以后做完饭你先吃，吃完我再吃。我实在受不了你俩这样子了。跟我说，你老妈说的对，以后我也不评理了。但凡你俩吵架，全部面壁思过五分钟，好吧？5秒钟。5分钟。5秒钟。不要给我嬉皮笑脸呐。5分钟很久的。嗯，5分钟不久，我干嘛要惩罚你啊？我跟你俩玩呢，让你站5秒钟。以后吵架给你颁个奖，一人颁奖。啊、哦，一个人还给你颁奖状。我的、地嘛，好了好了，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大姐哈，我服了你俩。我给妈妈做的。你妈妈没有真生你的气，她还能生你气啊？就是让你吃饭的时候乖一点，知道吧？没有说生你气，他还能生你的气啊？他会生气。那你送给他吧。哟，还写了字儿啊？祝你美丽，祝你美丽幸福。谢谢谢谢。你没生他的气吧？一天我能给你生气，我能给小孩生气。自己小孩不会生气的，只是想让你变乖一点，知道吧？变乖。吃饭桌子被。